精打细算数学时间，数学白痴骗得不飒飒。第二件半价跟两件六九折，哪一个比较多？我不会买，因为我分不清。我会选半价。对，半价，你们这个就被商人骗啊！因为半价它等于是1.5再除以2等于是75折。你可以讲些有趣的事吗？听不懂。老师，刚第一段绕口令的时候，我有点放空。今天晚上11点，东森综合32频道，二分之一强。